生命电视以佛法迎接美好时光。接下来请收看《快乐修行路》。尊贵的导师梭巴仁波切是耶喜喇嘛的新传弟子，两位喇嘛在1964年相遇，1971年在尼泊尔建立科盘寺，且一直为着把佛法介绍到西方的心愿而努力。1984年耶喜喇嘛圆寂了，梭巴仁波切一肩独挑起领导护莲会的重任，以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的悲愿，使至圆满上师耶喜喇嘛的遗愿，要在印度建造一尊弥勒大佛，促使大乘教法常住于世。仁波切所有的时间都用于修行或教导众生，终年马不停蹄地走访全球各地，推动种种弘法利生的事业。即使在视线变相的时候，仁波切仍然不愿放缓脚步。仁波切常说，如果我活着的时候不能对众生有丝毫的利益，那我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我写信给您是因为听说西藏喇嘛有能力治疗慢性病，我不知道这些传闻是否属实，但我想请求您的帮忙。我现年35岁，最近被诊断出得了 C 型肝炎，这个病在我的余生都会跟着我，这真是令人震惊。请问您可否用某种疗法帮我治病？除非你的心态是为了服务其他友情，否则与其要求把病治好的疗法，不如要求做有益的修行。在这种情况下，把你的病治好就变得有意义，因为那是为了帮助其他友情而做的。如果你想使病情好转，是为了止息烦恼，以便有资格救度其他友情并带领他们成佛，就有必要得到指点。否则把病治好只是着眼于承办今生的安乐，这种动机的行为可能是不善的。此即意味多年来所有的医疗费用和努力都是不道德的，会导致苦，不仅是病痛，将来还会承受更多苦。正常的修行是净除自己的恶业和烦恼，以便帮助其他友情寻求长远的利益。我应当为了利他而想要使病情好转。2003年，
我因艾滋病相关的肺炎和呕吐而住院。我17岁时吸食海洛因而感染了艾滋病毒，不过病毒一直潜伏着，直到1996年感染肺炎才发作。我接受多重药物治疗，一天吃20颗药，但是病情却恶化到白淋巴球的指数为零。我住院时曾经写信请您指点应当修什么法，您回信指示我要修一些法，我都照做了。6个月之后，我去医生那里复诊，居然测不到艾滋病毒，白淋巴球指数也回升到300。医生说我不必再服药了。我写信给您是要向您报告我痊愈了，同时对于您的救命之恩致上我最深的谢意。我好高兴得知你痊愈了，真是太好了。因为人生非常宝贵，只因过去是戒醒情境，才能够成就这个人生。现在你拥有宝贵的人生，远比如意宝更有价值。拥有八暇十满的人生，让你得以随心所欲地修行佛法，简直像一场梦，一个奇迹。你可以修一小乘，以成就永恒的安乐，解脱轮回。二菩萨所修的波罗蜜多乘，以成就圆满佛果，救拔无数有情解脱轮回的苦海，带领他们成佛。三密乘，让你得以帮助其他有情更迅速成佛。这些是享有长寿和宝贵人生最重要的理由。如今你每天都可以种下整个菩提道的种子，长寿让你有机会实证佛道，至少也会在你内心留下整个佛道的习气。这些都将造因，让你得以成佛，从而饶益其他有情，带领他们成佛。我必须运用宝贵的人生利益其他有情，并成就佛果。我刚得知自己染上艾滋病，感到很害怕。我不想死，而且不敢相信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我了解大家终究会死，但是就是不曾想过自己会死，直到发生这件事。仁波切，不管您建议我修什么法，我都乐于照办。听说有些艾滋病患借由修法和服用藏药而痊愈，我不想有任何虚妄的希望。不过，您是否认为我有好转的机会？我设法怀着转化困境的心态，不过很难做到。根据我的占卜，你最好一连续五个月每天服用9颗内供丸。你可以从西藏医疗中心取得内供丸。二服用西药。三礼拜35佛。如果无法实际做礼拜，可以双手合掌，观想自己在礼拜上师会供的资粮田，其中包含35佛。本着清晰的观想和强烈的敬藏心，称念佛名。四，把你的艾滋病看成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实际上你非常幸运，因为你可以为一切有情发菩提心。尤其是那些艾滋病患者，所以请运用艾滋病来升起强烈的菩提心思维。我可以净除往昔的恶业，累积广大的功德，因而最快速地成佛。
根据我的经验，特别是艾滋病患者，内心务必尽量保持安乐坚强，那会让人活得更久，不仅病况不会恶化，可能还会减轻。这取决于你的修行和积极的思维，例如对其他友情的悲心有多么强烈。你可以想一想，艾滋病患者所受的一切苦。例如，有一位弟子曾经罹患艾滋病，他有一位上师在达兰萨拉，是一位高僧，指点他修菩提心法门，自他相换施受法，来承受其他友情的苦，并把自己的安乐和功德布施给其他友情。他修了四天之后，回到原先为他诊断的医院做检查，居然找不到艾滋病的病毒，而他说他仅仅修几分钟而已。虽然修法的时间那么短，悲心却十分强烈，他每次禅修施受法时总是哭泣不已。他只要想到其他友情的苦，就会啜泣。由于他对其他友情怀有非常强烈的悲心，因而净除了大量的恶业，包括令他出现病况的噪音。这个例子显示某些禅修经验在疗愈方面有不可思议的功效，那是进藏的征兆，同时也会令你精神昂扬，生活平和喜乐。关心自己的苦和关怀悲悯其他友情的苦，两者是不同的，果报也不一样。关心自己的困境，就会有贪执，因而挂虑贪执，挂虑自我，果报便是不得安宁。关怀悲悯其他友情，虽然好像是挂虑，但感得的果报却是安详平和，对自己的心相续有积极的影响。我的艾滋病况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我必须让内心保持安乐。关怀悲悯其他友情，令我获得安详，悲心具有疗愈力。最近我得了致命的病，透过许多医生和另类医疗人员的协助，我几乎痊愈了。结果我感觉被看成是某种疗愈师，得去帮助那些和我有相同经历的人。您可否指点我如何避免旧疾复发，以及如何发展出帮助他人的方法？最重要的是要有清净的善心，而且心事纯净，这样你就能够了解并看出问题的所在。善心和健康的心是同义词，一旦你珍惜其他友情胜过自己，就不会伤害自他，也就会更长寿。善心保护你不会受其他友情伤害，果报是安乐、成功、财富，无忧无惧。佛曾经和我们一样也有困境，但是由于发菩提心，因而永远解脱苦和烦恼的因，成就佛果。这就是为什么诸佛能够时时刻刻示现无数的身形，以便帮助所有的友情。每一尊佛都有能力直接触及病因习气，并开示如何净除，以救度一切友情。菩提心不仅能够疗愈疾病，而且能够让你发展出所有的美德，成就佛果。怀有菩提心，
我会变成犹如自空中升起的太阳。我要告诉您我朋友的经历。读完您的著作之后不久，他去做定期的切片检查，医生把针插错位置，刺到了神经，让他感到全身剧烈疼痛。他记起您在书上的开示，以自己的痛苦来承担其他友情的苦，因此他非常刻意地思维自己是在为所有的友情承受这份苦。他说这么做之后居然能够忍受剧烈的疼痛，这个经验深深影响了他。此后他一直把这本书带在身边，十分珍惜。仁波切，我想问一个问题。对内心有充分准备的人来说，带其他友情受苦时，是否可能感到非常喜乐，因而所经历的疼痛就不再是苦了呢？你的朋友能够这么做，真是太了不起了。用自己的痛苦来承担其他友情的苦，确实一定有助于让你堪能忍受或者减轻那份苦。越能够思维自己是在代替其他友情受苦越好，而且越有力量。甚至在正式禅修之前，光是动念要用自己的痛苦来承担其他友情的苦就有效果。有时候我的眼睛痛时，我会尝试思维自己是在承担其他友情的苦，为他们而承受痛苦。我注意到这很有帮助，痛苦会因而减轻。当你的意图足够强烈，不仅可减轻痛苦，甚至可能止息痛苦。当然，动机不应当是为了止息痛苦，而是真正感到你想要带其他友情受苦。我不确定自己是出于什么动机，不过，我们应当设法升起清净的动机。完全没有想到要让痛苦减轻，就会很有用。如果痛苦依然持续，不妨用它来发展悲心、菩提心，修习转念，利用机会修炼自己的心。一旦痛苦止息了，你就失去机会了，以及失去具有痛苦的利益。至于你的问题，是的，那是可能的，不过要看那个人内心的悲心分量如何。越具有悲心，能够带其他友情承受的苦便越多。对那个人来说，为其他友情承受痛苦是一大乐事。越具有悲心，越容易承受其他友情的苦，犹如母亲乐于承担孩子的痛苦。母亲把自己钟爱的儿女视为世上最宝贵，孩子则把母亲视为最慈爱的人。因为母亲把孩子看得那么珍贵，因此非常乐于承担孩子的苦。对他来说，这极容易做到。孩子越是把母亲看得慈爱，就越容易带他受苦。所以这要看我们有多大的悲心，以及多么能够把其他友情视为宝贵的、慈爱的。慈悲心越大，越能够把其他友情视为宝贵的、慈爱，便越能够带其他友情受苦。请向你的朋友说谢谢，告诉他，我想感谢他有那样的念头。在疼痛时记得修施受法，
不仅有助于让他堪能忍受痛苦，而且纵使他在那个时候死了，因为存心带其他友情受苦，也会以最好的方式死亡。所以请告诉他，我非常欢喜，用我自己的痛苦来承担其他友情的苦，有助于让我堪能忍受那份苦。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我们最近成立了台湾燃灯功德会，顾名思义，燃灯就是点灯，点什么灯？菩提心灯。菩提心以大慈悲为由，以大愿为助，以大智慧为光。所以透过燃灯功德会，我们去护持全世界的出家人，我们帮助那些贫穷的，甚至每个月好几次做便当素食的送到他们家，再给他们佛法。透过燃灯功德会，很多人了解了点灯的殊胜的意义，而把点灯变成一种慈悲的生活，去护持三宝，去利益更多的友情，去广结善缘。愿大家多关心燃灯功德会。阿弥陀佛。点一盏心灯，照亮自己，也照亮世界。护持账号：503238588，503238588，户名：台湾燃灯功德会。실제로그런데는내가조금흉내시봐도되네흉내당니네이요래흉내시봐도감에되네기록마빠모되네흉내되네기록마빠모낙타타마그흉그래지흉내되네타들되네바바조직샤를럭대시와래흉내를내려잡았되네기록마빠모낙타세바고야고인자를你弄那个点，比我起码得弄那个点，等于这位，这位地方嘛，把某个人五十几年的下子要的，干的怎么几年子，他看我老忙不了这个，家里嘛家里，你把家里家的几年子的，几年子的训练，他吃两天鸡，没到几年子吃两天老忙不了，吃两桶嘛就好些了，这几年子的，吃两个这把麻他。
我马上想他妈那六三的人，我想他们的右手，右手打的来着，这马上他这就拿啥马红兵，这个拿啥送，这六百万过来，六百万不搞啥搞快，又在这，今天这个拿啥掏他们的六百他们的药嘞，这是接通的，这是人力的嘛，对吧？接，这是啷个这把马带了通过人嘛，啥子六三的他们的药嘞，这今天是啥啥。你那这平庸喜欢的，这里你那喜欢的，你那喜欢的，你怎么说？可是我打研究研究设计，结果的牛奶的，这就啊牛奶设计的，我哪里这让的，这个做的什么样吧？啊，另外也是多么说的，这不用钱不的，你那的你把人家挖上，也见了这里，那这康松出个肉嘛，这多么的啊，啥马戏法的。人老了，他那大嘞，对吧？你要吃的你那人说，这老年没人吃，他不要了，别人，你那人地方那个，这些都培养上的嘛，叫啥啥了，东西啊上，你就把他那个，你不给的，那我们做什么吃的？说买那样做好了的，他那让人了买来过呢，啥啥了上，真的帮你。这些不进家呢，这个房子才刚做过了就，这个给了几百万等，上街上去嘞，这个房子看到特勤所就多嘛呢，这你那嘛那特勤所就多嘛的，这就是多嘛哪里让的，这里那个所就多嘛那个平庸进步，这对了，你话看的多起了，多嘛让呢，这里嘛呢，不是，这我们家里就说的，三福村就就多门就说的。这里东巴马兰的这里就是给我去那对吧？平庸穷过来，对不对？这年年搞的这里那个人嘛，也是给我开始平庸起来的。这年年啦，这里人工这里上级中级这里这块工程的人工可能就不啥。这里主客嘛，咱说工大可能低呢。你用过的这里工大可能，我啥子机器不的？等于钱呢？你弄的你马上了啥东他们？怎么你给不着？你用我钱的这里吃就看见帮了我嘞。这里这边的哦，多帮那，多帮那，干脆送那样的。这里咋个你来来接送我？咋个？来了没来来透过了？这边的这里好像干脆了。等这地方他就恐怕要买你那的就干脆过去。这里这些大话就是平庸这样子。也一坨了，真的这里忙完了，这罗马他们这个拍个的，这里哪样给带到了这里？这你那那边搞设计统计，他咋咱们那设计统计住着个不干了，可是住地方些要么，这设计统计个差不矮上，这里什么的呢？这里就给咱们上头设计的招摇的，还当平庸起来嘞，咱当头一种地方这样，저좀나리면서김바라딘의롱뚜수삼나딘의물루바라딘의도로뭐농지와채로말아서봐이마치루바스나딘의영어야대로수삼나서봐이대에다외치고보니담대에다가니네레무네레니네레요요미야되니그나다다다라마겨위치니같이오라마겨위치니인지구지고도서대말에이거다라그래这身体对了，我对不呢？上街他们在大把的人拿过来交的，他在街上买帮我了。今天是五十天空，这么交的，今天是啥子门前的交的？这你买了这个干的，就是家庭兄弟做的，这个俺娘的有，这个给娃进了，这爹娘跟俺娘的有了嘞。这他们这个爹打了这啥活的这里，老把个平庸爹拿出把他们就搞了这里。他们这个三亩当，这里老板的什么也不做的，这里在那十年上农村，老板的娘没干的，我那娘没干的，这十年上农村就不是，我们家里在这边把地，我们那时候我妈是讲，这里他们从村里也干，他们那里，小块当表人干吧，你光村里也，这我那吃了没大把，这光，这就是在这个什么也不干了，这里春日的上顶高那样子的，上去小家子把个老太婆就给那送药的，他们就上顶春小的呢，他们上岗了，那少水的那个东西送，那个村的那些人过，对不对？
这什么人能干的？当然，这些什么的年纪，过多年纪的人，经常上街谈。